我们放学了，一起来玩吧！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我们今天的《我们放学了》，我是溜溜球。OK， 再过十天呢，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好开心哦！而且呢，最近啊，我们的华语电视小主播们呢，都在为我们 AME300 和 3LTV 我们整个集团的中秋庆典活动呢，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呢，9月21日那一天呢，大家一定要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来听听我们的各位小主播给大家带来的节目到底是不是很棒呢？好啦，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既然是中秋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嘛，所以呢，溜溜球哥哥啊，特别要来犒劳一下大家，怎么样的犒劳呢？精神上的犒劳，我要为大家来许愿。首先呢，我要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小朋友们，全家都要平平安安。另外呢，小朋友这个学习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在这边再帮你们找一个关于学习的非常好的一个，哎，你看这个就有了啊，对不对？这个幸运符呢是学业有成，也是我为大家来许下的这个心愿。我们再来一个好了，再来这个好了，这个你看。粉红色的有没有？这个叫做成就姻缘，那这个呢是我为自己许下的。好啦，那其实大家都发现啊，现在呢关于我们的传统节日呢，有很多很多非常有趣的文创作品都会诞生，所以呢今年的这个中秋节，我也建议小朋友们可以在家里面用自己的巧思来做一做一份可爱的关于中国风的礼物，送给我们身边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所有的好朋友，对不对？好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一下，最近我们华语电视小主播到底是怎么为我们的中秋特别节目来献上自己的一份力，是怎么准备的呢？一起跟着我们去看一看吧。
在元丰柔世家期，桂香撩起了你我思乡的情，月明点亮了你我思亲的心，望碧空万里，星月相辉，看秋菊绽放，香溢满怀。一颗颗游子的心，一颗颗祈祷的心，一颗颗虔诚的心，此时此刻温暖在一起。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都是光，美得像画卷。你笑起来真好看。池塘里鱼儿跃起碧光，水里一个月亮，天上一个月亮，微风徐徐，琴声悠悠，唱出了家家团圆。我们手牵手做成一个圆圆的月亮，把那思念融合成美好的回忆。就让我们肩并肩，围成一个圆圆的月亮，把祝福汇成永恒的幸福。我是小主播安哲阳，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华语小主播德尔，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小主播陈玉林，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大家好，我是小主播阿森，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伊莎贝拉，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小主播 Connor，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陆嘉禾，祝大家中秋快乐。我是小主播莎莎，祝大家中秋快乐。我是小主播 Paxton， 祝大家中秋快乐。我是小主播洋洋，祝大家中秋快乐。我是小主播莉亚，祝大家中秋快乐。我是快乐小主播恩森，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小主播贵，祝大家中秋快乐。我们放学了，一起来玩吧，欢迎回来，我是溜溜球。哎，再过十天呢，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其实中秋节呢，是我们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中秋节呢，对我们每个华人来说呢，都象征着全家人团团圆圆，幸福安康的生活在一起。哎，说到这个幸福呢，有很多小朋友都说了，中秋节我最喜欢的就是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月饼嘛，对不对？而且现在的月饼有很多种口味，像以前的豆沙的、五仁的、莲蓉的，这都是比较传统的，现在有一些很多新式的月饼，嘿，比如说是
冰淇淋月饼小朋友们就是最喜欢的了。不过呢，月饼啊其实有点干嘛，所以呢在吃月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配上一杯可口的饮料。那说到这个饮料呢，在这个中秋节呢就是有一种饮料呢特别深受大家的喜欢啊、哦、放心，我说的不是桂花酒，虽然其实桂花很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赏月啊，对不对，赏桂啊就是非常 match 的一件事情，但是喝多久了还是伤身。所以呢今天在溜球哥哥的美食小课堂呢，要跟着我们一位大师来学做一杯桂花拿铁，哎，听起来是不是就很诱人呢？好了，一起去学做吧。好了，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动了，要制作一杯非常好喝的桂花拿铁。那身边这位呢，就是我们美女咖啡师，怎么称呼你呢？我姓魏。啊，那我就叫你小魏姐姐了。好了，那桂花拿铁，我想问一下，和普通的拿铁有什么区别呢？还有桂花的香味。哦，所以就特别适合在这个秋季中秋节的前后有桂花的时候来使用。不过现在其实平时也都可以了，可以买到这些桂花，但是我觉得现在就特别的应景。好了，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做一杯桂花拿铁需要用到哪些食材呢。哎，看到了，只要用到这样子的这个干桂花就可以了，还要用到牛奶嘛，做拿铁的。嗯，我闻一下真的很香。哎，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第一步应该怎么做？把桂花倒入杯子中。哦，倒入这个杯子中，再加入纯牛奶。嗯，好。哦，所以第一步哦，我以前以为桂花是撒在这个拿铁的最后的，原来是先倒到这个牛奶里面。这个有什么意义吗？这样是不是特别融合的特别好？对。哦，好，大家看一下啊、哦，大家看一下，看一下。现在我就把这个桂花放，那放多少桂花有关系吗？还是按个人的口味？也可以按个人的口感。哦，如果喜欢桂花味道浓一点的，就可以多放一点。好了，那第一步呢，就是把桂花放入牛奶，接下来呢？把它加热。哦，好，那我们就麻烦小薇姐去加热了。大家看到了没有，桂花拿铁其实一点都不难啊。哦，只要用到这个咖啡机在里面加热就可以了。哇哦，这个就是加热完的哦，热腾腾香喷喷的桂花牛奶，其实这样喝也可以，可以，对不对？好，那第一步就完成了，那我们第二步要怎么做呢？再打咖啡。哦，好，麻烦小薇姐姐咯。高级的咖啡机我就不用了。好，一般是不是打一个比较浓缩的，像拿铁不用打很大一杯？对，如果是美式就很大一杯嘛。对， 对， 对。嗯，好了，这边大家要注意一下哦，因为我们做拿铁的咖啡呢不能是满满的一杯，那个是美式，所以像这样子的杯子一半就可以了。 对， 对不对？好，那第三步要怎么做呢？再把这个打热的奶加进去。终于轮到我来做了，所以我要做的这一步是最简单的，直接倒进去好了，是不是？好，大家看一下啊，倒进去喽。呜，哇，好漂亮哦。哇，这样就是一杯桂花拿铁就做完了。所以桂花是完全融合在咖啡里面的，而不是以前我们把桂花撒在上面就完事了，对不对？嗯，我尝一下啊。哇，好好喝，好浓郁哦。而且可以直接喝到桂花，哎，而且不瞒大家说，真的有桂花的香气。好，这边呢我也特别准备了一个杯子哦，这个杯子呢是我们这一家位于我们灵隐山脚下的新制服制的我们两岸青年的一家创意店特别为大家提供的这个杯子，平时你们都用这个杯子是不是？因为上面有好运啊，然后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两岸青年来制作出来的，所以特别有意义。那现在呢我就要把它倒进去了，好不好？来帮我拿一下。好，三二一，开始。嗯，好啦，喝了这一杯好运的桂花拿铁呢，一定会好运伴我们一生。在这里呢，要代表我们的节目，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小主播新闻周报。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伊莎贝拉。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安吉拉。全球拭目以待的北京环球影城终于要来了。虽然疫情的影响，最终开幕时间还没有最终确定，不过大家都很期待。
听说现在早就到最终测试的阶段了。那北京环球影城是全世界第五，亚洲第三，我们远在中国的小朋友可以去玩了。太激动了！我听说还有我最喜欢的刘昊然和李冰冰。好，接下来我们来提前探秘北京环球影城吧。昊然，有你的信哦。谢谢。我被邀请了。梅阿仔，我驯龙高手的朋友，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梅阿仔，你去哪儿啊？哎，等一下！哎，梅阿仔，等一下！梅阿仔，梅阿仔，嗨，浩然。嗨，你好，我是明朗，北京环球度假区的贵宾游览向导。你收到我们的邀请信了吗？这个。是的，让我用电影的魔法带你穿越到未来的北京环球度假区，先睹为快吧。谢谢。你准备好了吗？梅阿仔知道路，一起飞吧。等一下，飞？嗯。欢迎来到北京环球度假区，在这里你可以在七大主题园区享受身临其境般的游乐体验。我们的第一站，来自梦工厂的功夫熊猫盖世之地，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功夫熊猫主题园区。你将见到功夫熊猫中最令人喜爱的角色，还可以偷师各种功夫绝招。我准备好了。我也准备好了。耶！是时候和我最喜欢的熊猫一起练功夫了。阿宝，阿宝，我们去下一站吧。特工们，我是特工李冰冰，同时也是你们与汽车人之间的联络人和盟友之一。变形金刚基地是巢穴部队的北京总部，也是绝密的超高能科技区。在这里，汽车人和人类将携手对抗邪恶的大黑虎。人类，你们处于危险之中。特工们，我们将一直与擎天柱同在，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来共同保卫地球。擎天柱，我准备好了。下一站，快来小黄人乐园和神偷奶爸的影迷们一起玩耍吧。照明娱乐创造了很多有趣的小黄人角色，鲍勃、斯图尔特、凯文，他们搅得世界不得安宁。调皮的冒险即将开始了。天哪，到处都是小黄人。欢迎来到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踏上巫师村的神奇之旅，探索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魔杖就绪。Expecto Patronum！ 我准备好体验魔法世界了。走进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这里的设计灵感源自卖座影片《侏罗纪世界》。你将直面令人望而生畏的巨型恐龙，亲身体验一场6500万年前史诗般的冒险之旅。好啊！下一站，好莱坞。你将化身大明星，尽享流光溢彩，体验灯光、摄像、开拍的仿真拍摄实况。等等，那是斯皮尔伯格和张艺谋导演吗 ？When we decided to build
Universal Beijing. I just felt that I would only want to do this project together with Eva.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环球影城在北京，就马上开始了。这是一个中美文化的一个结合，非常令人期待。穿越令人目不暇接的主题园区。尽享融入多种中国元素的惊险刺激和沉浸感受，体验来自全世界超高人气的骑乘和游乐设施。哇！耶！一切精彩尽在北京环球度假区。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于2021年盛大开幕，我已经等不及要带你们一起去冒险了。北京环球度假区，我们2021见。今天的小主播新闻周报播报完毕。如果想加入我们的话，拨打电话626-321-2372。我们下周不见不散，再见。再见。大家好，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莎莎。我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是游泳。我们放学了，一起来玩吧。节目的最后呢，刘守哥哥要代表我们放学了整个栏目组呢，祝福我们所有的华人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要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特别是有一些好朋友啊，可能他的爸爸妈妈或者自己的亲戚，甚至自己的儿女正好在国外，所以呢我这边要温馨提示一下，中秋节是一个思念团圆的节日，大家一定要送上一份自己爱的祝福。好了，节目的最后呢，再次告诉大家，我们的电视节目呢是在每个星期五的下午4:30，广播节目呢是个每个星期六的早上在 AM1300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同时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牛电视，而且现在我们的牛电视越来越强大了，在我们中国呢也可以完全收看到我们直播的节目哦。赶快下载我们的牛电视，在我们的 Apple 和我们的安卓的系统都可以下载到。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